德国追念明星北极熊克努特。德国人民现在正哀悼中，柏林动物园的明星北极熊克努特在四岁就暴毙死亡。克努特从小在动物园长大，因他被马戏团圈养的母亲遗弃，可爱的小北极熊一夕成名，经常上媒体，也成为反地球暖化的最佳代言人。但动物保育团体觉得克努特太操劳，甚至暗示克努特有焦虑症或两极失调症。动物园将解剖尸体，查清克努特死亡的原因。德国官方在考虑是否帮可爱的北极熊举办正式丧礼。我们有上推特哦，从今天开始追踪我们吧。